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啊，因为我们在拍片过程当中，大家养成一个革命的情感，你知道一些大场面，我们没有很非常高的预算，只能做那种土法炼钢法这样，可大家都非常的配合。我觉得拿到这个最佳剧情长片，我算是荣耀给整个剧组，我觉得相当好。那希望可以再下带着这股气势，然后再冲一波这个明年之后各大影坛的冲一下。那搭配呢？因为我真的是很开心。我们《消失的情人节》可以得到最佳剧组长片，是因为他们整个剧组就是陪着我这样一天一天的度过，然后每天用着怜悯的眼神在帮我加油，所以其实非常非常有意义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全体的荣耀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荣耀，对，真的很开心，非常非常开心。也很开心你们两个演这么好的角色，有这么好的作品。没错。那烈姐跟那个如芬姐，你们两位还要再发表一下意见吗？我得奖当然没意见了，没有，我们都累了，我们都很开心了，没有，很爽啊，恭喜你们了。对，原来得最佳剧情片是这么爽的一件事。我们想问华纳，明天我们也一定要增加多少剧？对。你以后再讲说喜剧片不会得最佳影片了吧？有，对，奇迹出现了，这是第一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恭喜你们，恭喜，谢谢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？我要感谢金马执委会所有工作人员，刚忘了感谢了，他们最辛苦，谢谢。谢谢。现场的媒体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的？没有话，我帮他们走了。好，恭喜你们，谢谢。